好，如题咁啊，工作不似预期，咁啊，但系都要庆祝一下嘅，庆祝一下，即系怡英工作两个月，咁啊，一朝早食咗少少早餐出嚟啦，咁啊，买满晒成个背囊啦，吓，咁啊，一次过就即系带翻屋企，每次出城都买啲嘢翻屋企啦，费事来来回回。Hello， 里面都两日都有去出呢个嘅摊啦，唔系出城啦，出摊买嘢。咁啊，位置系 Witherspoon 啊，依旧 Witherspoon 嘅，即系英国嘅百家乐。咁啊，试下佢嗰个 Heat Ray Burger 就辣嘅，咁啊，点一杯 Cider。咁啊，電視上邊咧係跑緊馬嘅 ，AI 同我講，我又唔係出聲，最衰我搣到頭冇戲院，如果係戲院我實睇，冇戲院，所以都係 not today 啦。但我下個星期會放個短週嘅，放自己假啦嚇，短週長短週咁玩啦，因為日子可能冇多啦喺間公司度嚇，始終佢可能。有啲網友收到消息就話，即係其實英國係好多啲臨時工咧，係做三個月嘅啫。咁我而家做咗兩個月啦，啊九個星期啦，咁可能做三個星期，跟住求其揾個理由，哦你懶啊，走啦。或者唔需要俾理由嘅，佢哋嗰啲使乜理由啊？唔需要對你有感情。呢啲 job 真係～One night stand job 嚟嘅啫，第一次喺英國，好似有種 condom 嘅感覺做嘢。我冇所謂嘅，我啲電影嗰啲橋段，去到咁嘅年紀啊，有咩電影未睇過啊？我都估到大概係點，咩意思？英文唔好啫，但係即係都估到六成嘅個劇情啊。咁啊，聽日再翻工啦嚇，咁啊，雖然開始已經有少少戒替啊，同個 super， 但係都要仍然翻工啊。我就冇乜嘢嘅，不過但我即係、就是、我隔離位同事唔抵嘅，其實冇證冇據喺度話我哋偷懶。家產，所以工作兩個月，工作兩個月，但係仍然係即係有開心有唔開心嘅時候咯，即係咁話啊，即係並不是一份完美嘅工作，咁亦都。去到呢個咁嘅年紀啦，亦都無謂天真啦，揾份完美嘅工作。尤其是你英國嚇、啊，英文都唔識多隻，咁你點揾到一份員工呢咁樣，所以初步嚟講就見步行步啦、啊，都係咁樣。咁啊，禮拜日都幾多人嚇，咁啊都係啲老人家居多呢度。我反而中意禮拜日出嚟嘅，禮拜六咧因為係逼滿啊，揾個位置都難。而家咧就係七、六、八成左右啦，可以俾大家炒一炒啦，八成滿左右啦嚇，八成滿。咁啊，好耐都冇喺度食啊嚇，因為佢英國佢禮拜日咧就好多餐廳都收嘅。咁啊 ，Witherspoon 咧就真係窮人一物啦，又唔收嘅。
啊，就啱我咯。係禮拜六就會多啲選擇嘅嚇。喺度餐廳嘅選擇都唔多，呢度層餐廳唔多，要出醒就多啦，肯定。港大校長張翔管治風波有咩風波？張翔都係即係陰點落去噶啦，而家一波未停，一波又停。我就係睇咗香港嗰個咩夜市收咗皮啦，收咗皮，人流大跌，跟住而家佢搞個咩廟街夜市，廟街不嬲都有夜市噶啦，使鬼佢搞？喂，多謝 Sonica NC 二十，多謝，揾到個九磅六喎，啊幾多下？多謝多謝。第一次啦，始終係第一次喺英國工作啦。咁我好希望才智啊，有一日係，但才智我覺得要做三四年嘢啦，咁可以才智。但估唔到做兩個月已經係好多波瀾，似係事，我覺得成件事係匪夷所思。我只不過俾一個歐洲佬，唔撚知係咪以前係新移民咁樣，俾一個歐洲佬攔截咗，反而 local 我嘅印象幾好，我自己覺得。喂，多謝 Tom Chan。過埋今個月順利嘅，一定順利，多謝多謝。刺激咗咯，而家翻工，即係嗱，第一你，我覺得偷懶又唔好 work 噶啦，而家可能會唞下咯，一兩分鐘咯，有時可能做完一車咁樣唞下一兩分鐘，都人嚟嘅，我又唔係機械嚟嘅。咁佢因為嗰條 supervisor 佢都唞，點解我唔唞得？即係我會做，即係我會數住自己做幾多嘢，跟住回報翻我做咗咁多嘢啦。咁你話我偷懶，咁我嗰啲嘢唔係假噶嘛？係咪？而家好小心。即係要兩手準備。Yeah, yeah, keep it up, thank you.Hit Ray Burger 睇睇啊，咁啊有2000卡路里嘅，咁啊有啲佢有啲一個咩啊？嗰個雞扒嚟嘅，啊幾得意啊！薯條跟住有雞翼喺裏邊，唉，interesting， so interesting。洋葱圈，開心餐嚟嘅。咁啊，食得 very good。Yeah, very good. Yeah, very good. Yeah, yeah. Yeah, thank you. 好快，咁啊，斷咗十零廿秒啊 ，sorry， 唔知入咗去咧就算先。今日十五號，仲有半個月，唔係嗰個唔係咁計喎，因為我計係我而家係捉咗九個月，唔係九個星期，九個星期我當兩個月咯，係咪啊？一個星期一個月有四個星期多啲啊嘛，多兩日啊嘛，咁如果你計九個星期咧，就係、是、真係足兩個月。會有㗎，啲唔自在㗎，會有，一定會有。揞咗你，哇！即係我唔知點講好，你又冇仇報嘅。即係最慘就係佢話你偷懶，跟住冇乜證據，跟住你勤力咗，佢又冇反應，冇反應，勤力咗冇反應。咁你嗰種好無奈咯，即係哦得。因為我反覆諗佢嗰段嘢講乜嘢嘅，佢話你哋阿 Lacy 啊咁樣，
今日做咗兩車啫喎，一朝早咁樣。跟住我話三車喎、啊，哦三車啊，你咁就 keep 住啦，咁樣類似係咁樣咯、啊、但係聽得唔係好清楚，你知佢講嘢好撚柒煩。通常去到呢個位置呢，真的會有一種捱的感覺。之前呢就沒那麼捱的，人手很充足的之前。現在是會捱的。所以調整心態咯，佢可能股可能 PC 十，咁就佢開始就會捽數咯，開始。過咗唔捽數嘅年代。咁開始同即係同啲香港人同步咗咯，即係其實好多香港人都打緊工啊，咁都係同我同一個處境，大啦，同我同一個處境，有啲人冇嘢做啦，揾唔到嘢做啦，所以喺英國有艱難嘅 moment， 真係。迎難而上，我直覺話我聽咧，佢嗰次話我咧，話我哋兩個咧，係一個預告嚟。咁呢份工最即係我諗最大件事或者係。有咩 ending 咧？就係炒人啫，都係。今個 week 係啊，盡量跟隨請假，唔想見到個上司。有一次咧，我放咗禮拜四，咁咧，啲同事同我講咧：，哎呀，你蝕底咗啦！我哋撲街，禮拜五冇翻，禮拜六都冇翻，禮拜六翻半走咋，你蝕底咗，真係蝕底咗，好嘛？因為條撲街咪喺度咧，好撚持續，成村人都好開心。
休息。當然出醒食會是多啲選擇。我計錯數啦，應該做義工嗰日咧，一次過慶祝埋，更加好。即係有時出醒出一次都夠，一個星期。重量都唔減，禮拜六有消傳出張長宇校委會主席吳佩斯不滿，再輪選醫學院院長、副校長，係兩內處理和處理來自大陸的捐款安排等四方面問題遭到指控。咁你指控佢，佢都係繼續做㗎啦，係嘛？香港都唔扎仔都廢㗎啦，冇所謂問扎仔，即係你做錯嘢都係 keep 住做嘅。楊潤雄應該晨早落台啦，夜紛紛搞到咁撚差。嗰次九號風球又係好差咯，停咗機鐵咧，跟住成班遊客咧滯留機場五個鐘，前所未見。都食唔到洋葱片，我就記得我同我媽喺度食過，我媽話火水味，嗰只雞。我真夠話咧，喺香港做嘢咧，唯一嘅經驗可以過到過嚟咧，就係嗰種人事嘅關係咯。你 feel 到啊，好微妙，就炒嘅經驗，或者你 feel 到嗰條友係好似同我以前嗰條撲街一樣。條嘢都係放。一個世界咧，任何上司都好啊，都係會變。可能佢今日係好人，聽日就會變咗一條不折不扣嘅仆街，冇乜原因。壓力啊、錢啊，佢就會變一條仆街。唯一能夠做的就是三數醬酒為上的，好嘅。先食咗個雞翼先，你雞翼送俾你。我第一次食 burger 有雞翼送。
一定弄给你要进去听。張長英人連登冇咩人講，連登而家嗰水平好低㗎啦，啲大事件唔講啊，講啲燒賣啊，講下啲鹹濕嘢啊咁樣。即係已經冇乜深度咯，可以話。好啦，咁啊試下呢個 burger 啦。係咩嚟嘅？你呢個邊個雞嚟？係。無忌，張無忌點解係教主啊？但最後做唔到皇帝，反而係手下朱元璋做皇帝。Super Wife 啊，四廿幾，有做開 gym 嘅，有紋身，紋身就冇所謂啦，因為擺到好世界咁。有做開 gym 好大鑊，我而家先知咧，原來做開 gym 嘅 Super Wife 係會撲街啲，好似當佢而家係喂教練咁樣操教我哋。好足料，張無忌呢個故事我立過下了，所以我不記得他是最後的結局是怎樣，總之說他很冷靜，拿學了什麼九陽神功那些，
外勞嚟講，我自己都英國外勞，冇乜意見。必然吹曬，好後生。佢又唔係好多汁，不過好食。可以落少少醋落去。但你話佢手滑豬唔張啦，我唔知喎，佢手滑豬唔張。金龍好中意噶啦，即係佢係好中意將自己小説角色裏面同啲歷史人物做一個叫做交接，但又唔會影響到，唔係太過影響到嗰個歷史嗰個故事。咁又唔係，佢唔係發脾氣鬧我哋，不過就佢用啲詞匯就我覺得唔係咁好啊。以前咧就係、是、個 super wise 親自睇場嘅，佢睇場咧佢唔數車嘅，佢唔記得數車。佢而家阿嘥咗個人咧數啊啲車，咁佢數到嘅一格，但都係好合理咯，我覺得。佢想要求超音速咁樣清曬啲粗料。
咁你外國皇室同埋中國皇帝都係咁樣，稍為有啲疑心就會鋸咗身邊嘅人，伴君如夢伴虎。一張無忌唔想做皇帝啊，與世無爭啊，你可以揀汽水，但係又冇酒。飲可樂會好啲。我做呢份工咧，令我感悟到一樣嘢，就係人世間所有工作冇一份工係穩陣。只有自己嘅工作，即係做自己嘢咧，將啲時間。將啲資源投資落自己嗰度咧，先係明智嘅選擇。因為投資落自己嗰度咧，你覺得永遠都係自己嘅。你投資落間公司嗰度，好努力幫佢做，佢一個唔該炒撚咗你。你所有嘅情感投資啊，工作嘅投資啊，時間投資啊，就換得係只有不夠錢。是不是工資的策略呢，其實就是天天都會變，即是不要那麼老定，就是它不會變的，它是這樣的，絕對不是。即是你以為啊，我以為那兩個月不出數啦，幾好啊，突然間出數，遊戲規則變了。人家居多喺度，
但都令我認識到咧，即英國人嘅打工文化，同埋真係英國人，反正英國人係幾好嘅，我覺得真係冇乜嘢，好單純，勤力嘅好勤力，懶惰嘅好懶惰。整體而言咧，我見到好多英國人都好勤力。反而是啲黑人咧，有時幾難黑人。假時時嘅啫，即每一種人種都係，即係你話我懶我懶啊，我都認，所以冇反應。你粒位冇话中唔中意嘅，啊，人拣你拣又人拣你嘅啫，边有得你选择咧？喺英国，英国嘅选择好少嘅，工作选择好少嘅，even 你伴侣嘅选择都好少嘅，冇想象中谂到咁大。尤其是在英文在仲係有限公司的情況之下，你不是咁多選擇。至於英文的有限公司，理論上咧就依兩個月，我想佢要人嘅，第一啦，因為我不做嘅咧，咁理論上我又不會話因為一句咁嘅一啲咁嘅垃圾嘅説話去唔做，不過就會覺得有隱憂咯。即係呢條友，呢個 supervisor 係隨時係，即係叫做過橋抽板㗎啦。即係你做完啲嘢啊，我懶啦，唔要你哋啦，陰鳩我哋。即係我哋會成為氣質啫。一份工上面咧就有個簡單心理準備，但都仍然要做，加大佢哋冇，你可以加嗰啲曬咯，不斷加上。Will get better in English, maybe. I don't know.You feel that, you just feel that. If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you need at least a decade of time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Otherwise, you are very difficult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in very short time.
You cannot improve your English instantly.咁有一個幾得意嘅故仔。咁有一日咧，就琴日發生嘅。咁喺張牀玩手機啊，跟住門鐘響，有兩個咧著咗西裝嘅男人啊，拿住本書嘅就即係叫做撳我門鐘啦嚇。咁其實咧，跟住我有個 cam 啊，睇到。其實看到已經知道是什麼人來的，那就下去啦，那就拿著本書西裝骨骨，那大家猜是什麼人？兩個人來的，那就下去啦。那就下去啦，那就打開門，一黑一白人來的，黑人白人。跟住佢就話我，就同我講摩門係咪摩門？我唔識分，我聽唔到佢講乜。我就話咦，跟住佢又話佢講一啲嘢嘅摩門，應該摩門喎。我唔識分，因為我冇時間研究佢哋。跟住我就扮唔係扮唔知道，我真係聽唔到佢講乜，類似係咁樣啦。喂喂喂喂喂喂喂佢唔知道，佢話誒聽過乜乜嘢咁樣，咁樣啦。英文又兩喎，又唔知佢講乜。跟住我咦，你講乜啊？跟住就我個樣係就跟住話，冇講嘢嘅就係，講咩啊？你哋即係咁樣個樣啊，我冇俾個表情 expression 啦 ，facial expression， 冇講嘢我自己。What is this 咁樣啦，類似係 What is this 咁樣，即係佢懷疑我識唔識英文 ？Can you speak English？ 佢同我講 Can you speak English？ 跟住好搞笑，佢話佢以為我唔識英文，我唔係唔識英文啊，我係唔知道你哋頭嗰句講乜撚嘢，我未瞓醒又唔知道你哋講乜撚嘢，你哋又講一個可能新嘅宗教咁樣。我不知道是不是摩門，他那個不是摩門西裝來的，摩門西裝是摩門教，是西裝是統一的嘛，他兩條友的西裝都不同，兩條友的西裝都不同。英國都有摩門教的，我不知道，沒研究的。跟著他問我 Can you speak English？ 都挺有趣啊，你跟我說 Can you speak English？ 那我連樓都買了，我不懂英文，難道你懂？是你的英文厲害一點，然後我說 Just a little bit， 我答他 Just a little bit， 我都謙虛一點，我試問我都英文不好，我懂一點啦， I just a little bit。跟住佢又話叭叭叭叭叭叭，我唔記得佢講乜。跟住我好快啊，因為我都唔知佢講乜。跟住我就好快同佢講：Is this about religions？ 跟住佢又話 Yes。跟住下一句我就收佢皮啦。I don't want to waste your time。I have no religions。That's all。咁佢就走咗啦，我都費事嘥佢時間。第一個好搞笑咯，即係因為我頭嗰句我完全聽唔到佢講乜，唔知點解真係聽唔明，反而佢之後嗰幾句又聽得明。我無謂阻人時間。Mormon, American Outlaw, Utah, 州 American Utah.
咁咁基督教 Christian 又好，咁呢啲咁嘅耶穌教又好啦，咁其實都係佢哋係不斷引申噶嘛。咁你諗下，猶太教都十二分支啦，何況基督教咧？我唔知嘅咩叫摩門教，但我真係冇種宗教信仰，咁我無謂嘥佢時間啦，就嘥我時間咁樣。但幾搞笑咯，俾人質疑我識唔識英文，業主都做撚埋。有時咧，點解有啲有時啲英文咧，點解我聽唔明？有時係聽得明咧。最主要係佢個句子結構，即係有啲人咧，佢句子結構會完整啲嘅。啊，即係例如我國 ，Hello， my name is blah blah blah，my name is Brian， maybe my name is Angel something like that。We are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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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樣。We are from Mormon, which is a popular religion. Would you mind listen our story? Would you mind listening our story? 咁你起碼有個完整嘅故事，有個完整嘅句子，咁我咪聽得明咯。第一嚟就係。不知咩 hurt 啲乜鬼嘢嘅，話你聽過啲乜嘢咩味嘛？佢又唔係耶穌喎。如果你我初頭以為是耶穌啦，我諗緊佢會講 Jesus 呢個字，又唔係 Jesus， 係乜撚嘢咧咁？所以我聽唔明。跟住我話 what 咁樣，即係佢問我你識唔識英文咁樣，真係搞笑，真係好搞笑。社女基督教有免費教英文，每次兩小時 ，OK， 幾好喎又。以前香港行緊街，撞過兩個鬼佬啊，同佢吹咗幾分鐘，最後俾咗個假電話佢。OK， 佢哋有名牌，基督教後期聖徒教會，我唔知喎，佢冇名牌嘅，嗰兩個係拿住本書嘅啫。未必，我覺得唔係摩門哦，因為我哋好多呢啲咁嘅宗教嘅。我哋英國都寄過信落我嗰、那個即係屋企嗰度，唔知咩宗教嚟，可能係啲小教會咁樣，又好難講。咁我以前樂富嗰度都試過啦，有一啲宗教團體會上嚟啦，都係冇一講兩句講走佢哋。有冇 good looking girl？ 冇嘅 ，good looking woman 有嘅。個侍應唔係好似bartender 算係咯 ，good looking woman。跟住冇啦，跟住有冇？香港儲備已經由2018年嘅11709億大幅減至哇7000億都唔到。6986億，冇啦，啲人掹錢走啦。If China didn't build the Great Wall, then his Han would not attack rest. Ottoman Empire would not be formed and conquered entire Middle East and Britain will not have created World War I. OK. 我蝴蝶效應蝴蝶效應咁嘅我都有去理解嗰個聖經嗰個故事以色列嗰、那個咩最近好多懶人包啦我睇咗啦乜撚嘢係應許之地咁樣
咁首先中東咧，佢哋打仗咧都必然。必然。點解會打仗呢？中東，因為佢哋歷史好悠久，認真嘅。你話全世界最歷史悠久嘅地方，有機會係以色列。即係佢古蹟嘅意思啊，暫時揾到嘅古蹟，其中一個最歷史悠久嘅喺以色列嗰度，係有四十幾萬年，四十幾萬年，唔短嘅，個歷史好長。因為人類咧都好中意，即係宗教其實係問咩嘢咧？問個 origin 啊嘛。以我所睇咧，全世界咧就真係東西方兩邊嘅。東方嘅 origin 咧，好明顯同西方嘅 origin 係唔同，嗰個起點係唔同。西方佢哋就話伊甸園啊嗰堆嘢，係依個可能係佢係真的。而東方咧，係我哋係嗰啲咩蚩尤啊、皇帝啊、神龍氏嗰啲，嗰啲都可能都係真的。其實是兩批人嚟嘅，東西方係兩批人嚟嘅。咁你西方佢而家佢係一神教嚟噶嘛？咁一神教裏面，佢亞伯拉罕又生咗十二個仔，其中一個就係我比較中意嘅約瑟啦。約瑟就後來成為即係依個嘅法老王嘅第二把交椅，啊識解夢。阿伯拉罕有個仔叫以色列，所以而家個地方叫以色列。以色列咧嘅意思就係話同天使打交的人咯，叫做。因為有一日咧就係、是，因為以色列本身個名唔係叫以色列，總之阿伯拉罕個仔。有一日咧，佢就喺個街度見到個天使同佢打交。咁啊，打打下咧，跟住天使覺得啊，敬佩佢啦，啊，都幾勁啊，你都啊，咁啊，就叫你做以色列啦，就咁、是、樣，就咁嚟嘅，一個綽號嚟嘅啫。咁啊，聖經好多呢啲故事。阿伯拉罕就以前就係住喺呢個迦南，即係而家嘅以色列嘅地方，住咗好多年嘅，但係佢走嚟走去啦，佢自己本身都又走咗去埃及嗰邊嘅。在埃及那邊就做了很多年奴隸，做了很多年奴隸，跟住當然誒、做了三四百年奴隸。咁當然做奴隸做得多都不開心啦。咁其中有一户人家咧，咁佢哋咧就因為佢哋埃及人咧都好忌諱依個猶太人嗰個座大，好多人口因為好多依啲新移民。當其時猶太人是新移民去了埃及那邊，咁佢哋埃及咧有一個法案，就係話殺長子，殺長子，去減低依個嘅猶太人嘅人口，猶太人都慘嘅，自古以嚟都係。跟住有一户人家咧就窮底人家啦，就將自己嘅仔咧就放咗落河，喺個搖籃度放咗落河，啊！就希望流傳呢個長子啊！後來咧就俾皇室，即係埃及嘅皇室咧就執咗翻嚟啊！呢個猶太人嘅兒子啦嚇，就係後來嘅摩西嚟嘅。所以迪士尼嘅摩西王子咧係有根據嘅啊，係的而且確有一個咁嘅野史啊，即係唔知聖經嘅記載嘅故事，即係摩西係執翻嚟，係做過皇室嘅工作。埃及皇室啦，跟住後來佢自己俾神去叫做佢有一次牧羊啦，見到神啦嚇，去警醒佢哦，原來佢有好重大任務嘅，
係要帶呢個希伯來人，即係猶太人去逃出呢個嘅埃及啦。咁咧先有出埃及記咯。跟住成班嘅希伯來人，即係猶太人咧，就去翻而家嘅以色列。咁啊，以色列咧又俾好多地方，即後期啦，跟住現代史就係好多好多嘅，即係呢啲政權係統治過，羅馬都試過，好似統治過，直至到我諗最關鍵係二戰啦。二戰時期就呢個地方，以色列嘅地方係俾英國作為一個共管嘅地方嚟，唔知係咪殖民地，應該唔係殖民地。純粹是暫管。咁以色列人是很聰明的人的。我最近研究呢，有些我覺得有些不尋常，他們以色列人呢聰明到呢是有些不尋常。現在你見到世界巨企呢全部都是以色列。以色列人。亞馬遜、Google、Elon Musk、Steve Jobs、愛因斯坦，係啲猶太人勁到咧，係你好難咁，好難想像。所以你如果你話係佢哋係最接近神嘅一個民族咧，可能都唔出奇。我有少少懷疑，因為都幾撚聰明啊，幾撚聰明。咁啊尤其是愛因斯坦啦，而家我哋仲係用緊佢啲理論去。即係佢又出名啦，又聰明啦，我哋仲用緊佢啲理論去，或者係不斷引證佢以前講緊嘅嘢咯。誒，俾埃及公主從河裡救翻出嚟，就係摩西咯。所以我睇咗好多次啊，嗰個迪士尼版本嗰個摩西王子。出埃及記，好好睇啊！我睇我嗰陣時咧，迪士尼我唔多係欣賞嘅，其實唔係話套套欣賞。我摩西睇咗兩三次，摩西係佢拍得太好啊！實在嗰陣時真係 animation of year。我諗到而家咧，都係冇人能夠超越呢個摩西王子，即係當其時迪士尼嗰個製作。佢而家做唔翻喎，竟然係以前迪士尼會做下一啲摩西王子啊咁樣，而家迪士尼咧做咩咧？真人版咯，咩美人魚啊嗰堆嘢。以前好多迪士尼嗰啲動畫好好睇。摩西王子係令我好深刻，好震。而家你睇翻都覺得好震撼，好期待佢 4K 重新再。搬上大銀幕。Disney can redo 啊！我好想佢 redo 喎 ，please redo 嘅，拍個真人版出嚟啦嚇。It's too political， 係啊會嘅，因為而家你見到原來中東啊、以色列啊，打曬交就因為呢啲嘢啫嘛。The female or black。Can make princess or Egypt a female or black？ 嗰陣時摩西王子係啡色嘅喎，我記得係啡種嘅，中東人嚟嘅，埃及人係。其實埃及唔知咩色嘅喎，我都唔知道，係白色嗰啲。他摩西呢套呢個故仔就有拍過很多 version 嘅，但我最欣賞的是迪士尼嗰個 version。Every Disney and Marvel movie is a female male character。猶太人以前全世界公認最賺錢、最會理財民族，在全世界最有錢的企業中。猶太人佔了將近一半，而美國華爾街金融精英更中有半數是猶太人。咁呢個係巧合啊，定係點樣咧？定係猶太人真係特別聰明，係神眷顧嘅一群啦。我覺得係，即係佢哋係
可能很接近神咯、啊。他们那个意识很接近神，他们会收到神的信息咯、啊，所以他们很聪明。他们都会很遵守个教条咯、啊。他们犹太教会剃头的，就是这样。咁如果你話 Jewish 咧，我係只不過係去過我哋嘅 Priston，Pisrich 定嘅 Priston 定 Pisrich 好似叫嘅地方咧，見識過一啲猶太人。猶太人佢哋又唔會同人傾偈嘅，佢哋都係一個佢哋自成一國咯。呢就佢又唔會搞事，又唔會搞你，總之同你冇乜關係咁樣，係有少少脱世嘅感覺咯，猶太人係，即係佢唔係同你一班人玩，但係好有趣咯，佢又控制緊個世界。Money was the causes if World War One and Two jails, jars are too rich and other groups want their money. Jars too rich， 嗱，但係點解咁有錢先？咁一定要聰明人先有錢噶嘛？呢個世界係咪？你Elon Musk有一定嘅智商智慧，你先咁有錢啫。你發明到啲嘢，你先咁有錢啫。道理一樣啫，我覺得。So the persecute the Jewish population and take away their wealth。太有錢係嘛？所以想攞走佢哋嘅財富。有錢的人咯，我哋香港人都算有錢。但如果你話猶太人有錢啲定香港人有錢啲，應該都是猶太人嘅都係。香港就即係啲首富，都有錢嘅，但應該冇猶太人咁有錢。有錢人都是會被針對，所以有時乜猶太人是因為他太聰明，太聰明太有錢，而外人咧係唔知道他哋嘅思想諗乜，所以才有所忌諱。嗰陣時希特拉是很害怕，即係好忌諱猶太人。所以才有大屠，即係叫做集中營嗰啲。嗰陣時咧，二戰咧係死咗600萬猶太人。600萬猶太人係咩概念呢？等於一個香港咁滯啦。共濟會同光明會有㗎，呢啲嘢共濟會、光明會，咩十三大家族嗰啲咯，猶太人統治世界咁。但雖然話統治世界啫，你見到中東都唔妥呢啲猶太人喎，叫做話。今次但係巴勒斯坦係做錯咗，佢係唔應該綁架猶太人。即係你打你還打，你咪戰爭咯，係咪先？啊，男人同男人之間嘅戰爭咯，係嘛？啊，打擂台戰咯，你唔應該老劫一啲人㗎嘛？老劫音樂會啲人啊，跟住就。成為人質咁，呢啲好卑鄙嘅做法。咁你卑鄙，咁你而家你唔好怪呢、以色列都卑鄙咯。以色列而家係將加沙地帶嘅斷水、斷電、斷糧咯，將佢啊，即係你都唔怪得以色列佢出呢一招，因為你即係叫先聊者戰啦，同埋即係你用嗰啲好奸詐嘅方式。而家巴勒斯坦嗰邊係好大件事，加沙地帶嗰邊，我都睇新聞啦，都係斷水斷糧啊！醫院咧就就嚟玩完，唔夠電啊，人道危機。咁你但係而家咧就準備啊，準備以色列係會全面地面進攻嘅。咁咧就而家咧就叫嗰啲加沙地帶嘅人咧就迅速去撤離去埃及嗰邊，
它有個人道走廊的、啊、人道走廊，但人道走廊都有曾經發生過爆炸事件，應該相信是哈馬斯的所謂、啊、即是嚇那些、啊、你想走的人、啊、那樣。現在哈馬斯是做什麼呢？就是想老劫整個巴勒斯坦加沙地帶裏面的人成為一個印象肉盾，去跟這個以色列呢是在裏面打仗，打地面戰。現在的情況是這樣，歐洲是有三分之二被害。 Israel can't do it unless US let them. US Blinken came over the speed with the Middle East leaders. Israel is holding off and land invasions. It was supposed to be today.哦，即係英國出面，唔係喎，美國出面，布林肯啊 ，Blinken 係 Blinken 係咪布林肯 ？Israel can't do it unless you expect it。因為除咗要睇美國頭 ，OK， 美國撳住佢個地面嗰個進攻，布林肯咪去咗以色列嗰邊。因為一打咧，就會連帶中東嗰邊都有影響嘅，即係伊朗嗰邊都有影響，伊朗啊嗰堆嘢嘅。咁美國係知道個局係咩事，咁佢就點樣平息先？你而家你老劫咗咁多人，其實好明顯，以色列都係想直頭收歸個地方㗎啦，收歸呢個加沙呢個地方，就係收咗佢，沒收呢個土地咯，係好想做呢樣嘢。咁但係而家黎巴嫩嗰邊啦，蠢蠢欲動啦，伊朗嗰邊蠢蠢欲動啦，即係你開戰嗰陣時咧，黎巴嫩啊，即係伊朗咧就喺後邊搞搞震，所以到時以色列係會又係喎，即係面對幾廿個敵人咁樣。Arab countries stick together. Okay. Arab countries stick together. If they will take over Gaza Strip and kick everyone out, Arab countries will attack Israel. 但係你咁樣中東你打以色列都唔係第一日㗎啦，以色列都唔係即係野少啦。咁美國係想息事寧人咯，似乎係想做到中間人。咁但係點樣平息先？你老劫咗人哋2000人喎。Israel and US can't defend all Middle East country.因為如果中東惡化咗，咁美國撐以色列，咁啲中東同美國會鬧翻咯。到時中東係會買啲核武翻嚟，因為而家係中東嗰邊係好想有核武嘅，佢暫時未有核武國家嘅中東嗰邊，好想有嘅佢哋。
可以乘機就話，即係以色列呢件事，我就同你美國鬧翻，我就擁有核武，到時美國就頭痕啦，哇！又多個南韓，咪又多個北韓。感覺外國 media 傾向同情巴勒斯坦，我哋 BBC 有少少傾向，佢影緊啲巴勒斯坦嘅慘況。其實因為戰爭咧，其實就兩邊都慘噶啦，其實啊兩邊都慘。因為唔通喂咁以色列就咁算數啊？你老劫到咁撚多人？即係得唔到正義喎而家。所以他一定是會轟炸這個的加沙咯，不過可能給多少少時間不化他咯，等多人走爛咁樣。王毅啊，去土耳其同伊朗外長通電話，中國又喺後邊搞搞震，即係敘利亞、黎巴嫩、也門、伊瓦克、庫瑞特、沙烏地。UAE, many other countries, they are fighting against all Muslims. 嗯。Europe and US wants peace.They are trying to stop them from fighting. Yeah. 其實人類文明是趨向和平的，需要是。如果你不趨向和平，你是上不到太空的。又有些這樣的，喂，中東那些的內亂，是很麻煩的。還有阿富汗呢，那些文字未開那些的塔利班呢，是很麻煩的。會拖累整個人類的文明。人類文明是要傾向是的，而且確是和平。但歐美都有一個問題，歐美它現在面對那個叫做capitalism 的 collapse of capitalism， 即是那個資本主義的一個開始，人們開始不是很信資本主義的，只有虛擬幣的出現，虛擬幣也有很多虛擬幣的騙案。因為而家你資本主義係話俾你聽，哦，你一出世就要做噶啦，做到死嗰日啦，咁樣成為奴隸咁樣咯，成為金錢嘅奴隸。中英關係惡化，缺少中國資金嘅英國高鐵 HS2 就玩不下去，唔好起啦，嘥氣啦，算啦，唔好要中國啲錢，全部都要還。即係你要中國啲錢，啊！中國又喺背後不斷喺度架設嗰啲叫做間諜網，到最後咧係英國佬自己食飯，所以一定係要晨早同中國劃清界線，同佢分手。呢個係明智嘅抉擇。而且中國咧係撐俄羅斯啦，俄羅斯係打烏克蘭啦，咁啊對歐洲都好不利。Maybe we lead aliens to attack or to unite the African country. 這些有很多那些科幻故事的內容，外星人是好人來的，想團結我們。你始終要一個地方打仗呢，就很難上到太空。現在我們的太空技術都停滯不前，人類都未踏足到火星。月面基地講了很多次，不知道是不是有。 Aliens laughing at us that we fighting each other、yeah. Alien 他們就會智商高一點，他們都知道他們都會打仗的，其實我覺得 Alien 都會打仗，那些小夫人和那些那些識的人是不合眼睛都會打仗，但他們自己的星球他們相對可能會和平一點。
因為他哋知道我哋唔和平係推進唔到個 civilization， 唔團結係推進唔到，推進唔到咧，每一個星球其實都會滅亡咯，時間問題嚟嘅啫，每個星體都會滅亡，會成為黑洞，星體滅亡就會成為黑洞，所以每一個星球的民族是要推高的文明去移民，去 immigration 去其他去的其他星球，不是的話 是只會等死的。如果你不斷這個譬如這個地球不斷戰爭，你建立好的文明又將它打散打散打散，那你是不會出到這個地球。後康期，係啊，後康期先。所以教育很重要咯，起碼令到啲人嘅基本智商提升。所以英國佬佢設計嗰啲免費教育是有邏輯的，即係我令到你哋大家即係人類啊、智商提高，咁咪和平共處咯。去到關鍵時候，我先唔知道啊！我可以睇下近日嘅嗰啲麥田圈嘅麥田圈，佢間唔中喺我哋喺英國嗰啲麥田嗰度畫嘅。其實佢有暗示嘅，即係叫我哋會幫我哋嘅，有時會會畫啲麥田圈喺度，但係冇乜人研究咯。其實可能已經提咗我哋點樣做。望就望住噶啦，但系佢哋都唔能夠干涉啲乜嘢咯，因為佢哋嗰個宇宙係有法則噶嘛，佢哋加勒士裏邊都會有法則，佢哋係唔能夠干預一啲低等嘅文明，佢哋高等嘅話唔能夠干預我哋，曾經干預過噶，其實就係阿魯阿奇嗰啲咯，以前好耐噶，以前係嗰啲蘇美爾文明。叫阿魯阿奇嚟過地球咯，即係做人咯，啊，即係用佢哋基因去做一啲人出嚟咯，跟住做奴隸咯，掘金咯，及掘嗰啲金屬咯，掘到而家嘅其實啲金屬都係，佢好似話唔知每幾千年就會即係收啊，就會回收我哋啲金屬咁樣，所以我哋其實係。我哋人類其實最終都係攞嚟掘礦，掘完礦就俾外星人拎走，用途就係咁。佢哋唔能夠干預我哋嘅文明嘅，因為因為有更高嘅文明，最傳說就話係仙女座咯，仙女座係最高嘅文明，其中一個相當之高啦嘅文明，可能。去到三四級的文明，很厲害，超光速移動可以去到，因為仙女座很遠的，但是仙女座的人可以過到來，那證明他們的科技很強，他們是不容許這裡有其他即是外星人去干預我們人類的，外星人只能夠是觀望，可以給提水，但是不可以就是話好直接去干預我哋嘅，研究咗唔去，係啊，都唔出奇嘅。啲麥田圈都有人喺度不斷監察。佢好中意喺英國畫嗰啲麥田圈，所以英國佬係應該同外星人係有啲關係。四圍去唔到，有排啦，有排都未到啊！我哋而家先知咩叫，即系先知道少少咩叫 dark matter， 即系證實 dark matter 嘅存在，但都唔知咩嚟。人哋外星人可能喺個 dark matter 嗰度已經穿梭緊啦，喺度啊！喺個四圍空間都要穿插嘅先，所以佢哋啲太空船咧經常會消失嘅，突然之間，應該係入咗去啲四圍空間嗰度。
所以我哋會覺得哇咩事啊？點解個飛機唔見咗嘅咁樣？極有可能係即係佢哋已經有一啲咁嘅時空隧道。Out of our imagination。但我哋人類都識叫做推理咯，我哋會推理到四維空間係咩嚟嘛？我哋會識用 2D 嘅空間推論出 3D 嘅空間 ，3D 嘅空間又推論出 4D 嘅空間。已知嘅事實係 4D 嘅空間有機會係好可能好細，唔係應該係無處不在。而佢哋嘅入口可能係好細嘅。昆蟲唔知喎，我哋又有時喺度諗啊。如果地球佢而家住咗80億嘅人類啊，我琴日諗到一個 idea， 即係又係個腦海裏邊閃咁樣閃過個念頭。每個人的生命真的都有意義。80億人口，因為人的死亡其實很簡單，你打場仗你都有死金 幾千萬人，一個瘟疫有死金幾千萬人。咁人類的意義是咩呢？其實是那個緣分，緣分的牽絆，即可能以色列件事，喂，跟我哋冇關㗎，係咪？好遠啊！但佢可能就係依件事令我哋有所啟發咯，啊咁我哋同以色列就有所聯繫噶啦，啊有所啟發。我哋每一個人嘅生命就係互相啟發，互相 inspiration each other，inspire each other， 去啟發每一個人。呢份生命可能好短暫，都係互相啟發。就是佛家所講的緣分，每個人都是過客，但是互相啟發，靈魂契約咯。我覺得都有，即係80億人口裏面，其實80億人口都是有靈魂契約，即係都有個任務是互相啟發。尤其是有互聯網之後啦，更加嗰個趨勢係更加強。即係你啟發我，我啟發你，你依個國家啟發我，我啟發你咁樣。我哋香港嗰陣時都係俾烏克蘭啟發㗎 ，Winter on Fire 先有2019啫嘛，唔係2019啫嘛。2019跟住亦都有英國佬嘅啟發，我哋先可以走出嚟啫嘛。即係香港記，即係互相啟發咯。即係你見到每一個靈魂都係，每一個在地嘅人都係有意義，係互相啟發。每個國家的人都有意義，不存在沒有意義的生命，理論上是這樣。因為你的有時可能你的意義就是你可能你做的事很簡單很容易很 simple 很無聊，但你一些無聊或者有沒有意義的事，這個世界是會記錄了的嘛，記錄了，同埋你是會都會影響其他人的嘛，影響其他人就已經是一個 inspiration 的過程，即、就是 inspire 的過程 ，inspirating 的過程，咁樣互相去刺激大家形成一個共業咯，啊，80億人口的共業咯。跟住你又問80億好多喎人口，但喺宇宙嘅世喺個宇宙裏邊咧，80億。是一個很小的數目的，隨時這個宇宙是有80億個太陽，我們很難想像，因為現在看回宇宙似乎是無限無限，我們見到的距離就是用光，它光多少光年射過來，我們見到那個範圍，宇宙的範圍，但其實宇宙的範圍是遠超我哋想像，
唔係一百五十億年咯，可能有機會係二百五十億年、三百五十億年，可能係冇一個 starting point 嘅。其實宇宙係我哋企圖喺度計算，用 Big Bang 去計算。哦，計算哦，一百五十億年有個 Big Bang 咁樣，但係 Big Bang 理論咧就越嚟越唔穩陣。呢個 Big Bang theory is not unstable. It's not stable right now because some scientists and astrologers found that our universe is much earlier than Big Bang. The birth of our universe is much earlier than Big Bang. Then the Big Bang is not the original of the beginning. What is the beginning then? We need to find out. Maybe no beginning. The universe is opposed to infinity.咁當呢個實要宇宙係 opposed to 一個無限，亦都有無數嘅太陽、無數嘅星球。而咁啱先，我哋有八十億人口啊，八十億個靈魂喺宇宙裏邊，應該係都有少少用途嘅，有一個作用咁。九運嚟。廿年進程啊，會極度急速啊，一定急速啊，唔知啊，都冇撚停過。2019年之後冇撚停過，又打仗又成咁樣。我睇嗰、那個。Valen 係嘛 ？Valen 嗰個頻道，佢話而家我哋係進入一個覺醒嘅年度咯，啲人係容易覺醒嘅，即係呢個時期係 Golden Time 嚟嘅，黃金時段嚟嘅，係容易覺醒嘅。好多其他星球都係氣體組成，應該有一啲有人嘅地方，有外星人的地方，只不過我哋真係到唔到啊，好遠啊，好遠嘅星系。我哋可以用嗰啲天文望遠鏡啊，咩哈勃嗰啲咁去睇到嘅，但係有時係鳩估咯。你肯定係即係類似人類，我哋依啲人類嘅，即係有依啲咁嘅人啊生存嘅一個星球咧，係唔止我哋地球喎，係好撚多其實。但係到唔到我哋係。Do you miss city set center life? It was more interesting, more things to do. I don't miss it because in suburb it's quite quiet, right? And also your living space is much larger. That make you feel comfortable.When you living in city center, you just like feel living in Hong Kong again. Maybe you have a lot of entertainment, but you do have a work. You still have no time to enjoy the entertainment in city center. And the entertainment in city center is so repeatedly.Liquidity. So, the first or two times you will feel exciting, but after that, you don't feel, oh, it's an entertainment. You just repeat and repeat the process. But in supper, you can, you know, everything.Yes, not that much entertainment, but you think you have a silent moment. The silent moment is very important
for a people, for a person to go, for the people to think, and for the people to identify again who they are. So I love separate life, actually. Also, when I'm living in Piccadilly, it's too loud, it's too loud, it's too loud. Too loudy, isn't it? It's too lively and too loud. You cannot take a rest easily. But now I can take rest easily, very quiet, and I can do something very the things that indeed I would like to do, not for other people, just for me. I think the life in suburb is much more meaningful. More than city center. City center, you just have a lot of entertainment. But a lot of entertainment, that means that you just work for other people. In suburb, you create your own entertainment. It's much more meaningful, I think. 不同的 suburb 是你自己製造娛樂嘛，你會自己開心點。City center 是人家製造娛樂給你，你去再或開心或不開心，你沒什麼那種參與感的，即是啊，是啊，你是 City Center， 但是很方便這樣咯，可以這麼說。亦都很方便去其他地方這樣咯，但 Suburb 你是可以設計很多自己的活動，因為很靜啊，個空間，個靜嘅空間我係好 enjoy。你喺屋企，我可以畫下畫、彈下琴，冇咁多嘢去 distract 你嗰個 mind。其實幾好啊，你個人係會比較清醒嘅。其實我覺得喺 Suburb 係比較清醒。我反而我唔中意 City Center 咁，住得細又嘈吵。一踢波嗰陣時咧，即係我又唔睇波啦。咁下邊嘈閂曬啦，鏡頭影唔到俾你睇啫。即係我夜晚哇聽住啲走鬼喺下邊劈走咁樣，又發唔撚到係嘛？咁我又冇同大家講，依、這個就係 City Center 嘅 life 咯，好撚陣嘈。但係呢度係靜，靜你就可以諗下你自己嘅嘢咯。真係投資 invest 個 time on myself, not for others, and no worry about the no worry about that people will bother you.That is very important. 你俾咁多錢都係想買個靜嘅地方，冇人騷擾到你。Suburb 就係滿足到嘅嘢。除咗睇戲唔方便，係唯一一個缺點就睇戲唔方便。冇啦，跟住，但睇戲你可以網上睇咯，啊，好多方法嘅嚇，唔睇得嘅嚇。Imagine 咗個沒有地心吸力嘅地方，處於漂浮狀態。地心吸力應該理論上那個星球的 mass 是越小呢就沒什麼地心吸力，它浮下浮下。今不想中到人類應該會被大清洗， COVID 清洗不少老人家。
咁唔想盡情啊？我唔知喎，又真係個盡情又睇唔到嘅真係。但你 feel 到，首先精神嘅世界係存在先啦。其實我覺得人類依幾年係要做一個大覺醒嘅，啊，即係好似文藝復興咁樣咯，追求心靈啊、精神上嘅層面，而唔係嗰啲咩 iPhone 啊、燒賣嗰堆嘢。同時間都要合力咧去推進個文明咯，去其他星球去殖民。不是得意林伯喺一個在度做，好瞓。啲人話咧開始飲酒咧，飲酒其實唔係咁健康，所以間唔中一杯咯。我而家都係，可能一個月一杯至兩杯戒酒。其實我包都唔係好飲酒，不過有時超下飲酒係應該都傷身嘅，傷身即係好容易瞓覺啊、攰啊咁樣。但你個人會超少少咯，喺個狀態裏邊。但酒精咧，你係需要個肝去消化、去排解嗰啲毒質啊咁樣，所以其實都幾可能會。會浪費了你身體的 energy。 即有時候在想，哇，地球這麼多人，那如果輪迴起上來很誇張。跟住最近才看，蘇美爾文明去到四十幾萬年歷史。咁如果你話80億人口咁喺40萬億年嘅故事裏面，係嘛不斷輪迴都唔出奇嘅。我哋每日做嘅瑣碎事，可能同古代嘅人差唔多嘅，其實都係食飯咯，做嘢咁樣。形式唔同咗，但感覺係完全一樣。我哋嘅輪迴過程會不斷俾啲感覺去洗禮咯，即係好似重複咁。我哋每日呢啲感覺都係重複，所以如果你覺得啊，我每日好似重重複複咁樣咧，可能你感應到嗰種輪迴嘅感覺，人生可能真係個輪迴。尤其是我工作嗰陣時又係啦，咦，點解咁似我以前嗰啲撲街上司？好似個輪迴咁樣，係巧合啊，定係真係？呢個世界都好似一個循環咁樣。即係你第一份工通常唔會遇到好上司啊，你唔知道啊，第二、第三份啊、第四份啊，你先會遇到一個好上司。但記住，好上司都會變，都會變壞上司，啊，會都會變撲街上司。即係依份工告戒我 ，be my 我呢樣嘢，我已經輪迴過一次，但我唔記得咗。喺香港輪迴過一次，喺呢度重新投胎，我唔記得咗啲前塵往事。但係依份工係令我記翻你啲前塵往事，同埋令我認識到就係基層咧嗰個流失率啊，嗰個流轉係好高的，因為遇著好多撲街上司嘅關係。你越趨近文職咧，就冇都有撲街上司嘅撲街同事，但係相對冇咁嗰個 life cycle 會玩耐啲咯，即係你份工會玩耐啲嘅，即係撲街嚟㗎啦。但係你會玩耐啲，但係咁嘅粗重工作咧，會短暫少少。啊，去翻呢邊。好似人生都重重複複咁，好搞笑。
唔同咗嘅住嘅地方，住大咗，但系人生好似重複緊我啱啱出生嗰陣時嘅感覺。這就是移民。好，講住咁多先，咁啊翻去再應該可能打一唞先，可能今晚先温書，啊又要操 pass paper。講住咁多，多謝曬，拜拜。